1点钟，外面下雨了。已经5点多了，该起床了。这在公园里边和这个荒郊野外不一样，因为公园里边可能会有人在锻炼，也有可能环卫工也会管。看一下，要起床了。昨天晚上还拖大说不扎帐篷，结果这蚊子呀乌泱乌泱的，到后边还是把帐篷打开了。现在快6点了，我也不想这么早出发。我赶紧把视频编辑编辑，昨天的视频都没编辑，这两晚太困了，睡得比较早，编到一半都睡着了。那哥们儿装备好像比我的还多，看看。苏州到珠海全程1550公里，还剩95.6公里，继续出发。跑了7公里，看到一家那个早餐店，继续吃肠粉，还有这个紫菜卷，还有这个蒸饺。这里跑到这个早上这个饭店大中，早上还要吃点东西，动起来有劲儿。前面早上都不怎么吃饭的。我现在喝了肠粉。还有人喝的玉米。他好像那个紫菜卷，好像那个虾丸，还有那个肉末。要说呀，还是得下雨，就不能见太阳。等了不到2个小时，哎呀，这汗流的呀，又热又难受，蹬着还费劲儿。下着雨是越蹬越精神，这啥事啊，还得靠自己。看到没有？刚刚半小时以前念叨不下雨，想下点雨，看地面，雨已经来了啊！它不下雨，你就要求它下雨，就好了，继续出发。哎呦，一天只知道骑，这个柱子都变形了都不知道。这挡泥板都刺着轮子了，这轮子磨成这个样子，我在信封的时候都发现了。我一直以为是那个下大坡刹车刹的，这边已经变形了，怪不得车比较沉。哎呀，我这边都磨成这个样子了，磨了一个口。看一下，在这里，在那个什么沙区来着？这是白沙区，然后也属于番禺区啊。遇到一个哥们儿，他也是从番禺区番禺过来的，然后他也去珠海，我们俩属于同一路线。哎，人家小伙子是轻骑，骑着比较方便，也快。老白不行，老白这负重有点累。现在已经中午11点了，还有62公里，今天晚上应该是到了。然后一路上有个伴儿，走走聊聊天，一个人会多蹬一会儿。要一个人的话，我蹬一会儿我就得喘会儿气儿，然后就休息一下。两个人边蹬边聊还行。这朋友人家是。在这趁着公司周日休息，然后人家啊短距离蹬一下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分开了。人家小伙子今天目标是200公里，现在还有150。跟着我跑了2个小时，人家这个时间来不及了，所以就分奔而去了。老白慢慢跑。
下午两点，欢迎光临珠海经济特区。珠海，我来了。完了，这要上一个天桥，只有这条路能过去，怎么办？这坡度这么大，我车这么重，推不上去的，而且肯定滑的，没办法，只能飞开上了。下午4:10，还剩12公里。平坦大道，狂奔吧！最后2公里，这里看到人家在做核酸，我现在去把核酸做了。看行程卡，好吧，然后我的行程卡里一浪，还好，他们贴的那个中高风险区我没有经过，所以说就可以来做了。好了，搞定，隔几个小时啊，核酸就有结果了。已经到目的地了啊！到目的地，这些东西都得退休了。哎，我这车还得放在外边，车因为刚做了核酸，4小时以后才能出结果。到地方了，我这雨衣、冰袖退休。好了，全部到地方了。身上这个味儿呀，大的呀，不得了。先洗澡。现在成功抵达目的地了啊。是上个月的5月16号出发的，到这个月12号，6月12号抵达目的地，用时20多天，其实真实骑行也就估计也就17-18天吧。现在已经抵达目的地了，这下这个骑行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后面具体怎么样呢还没有决定，但暂时呢先休整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段时间骑了以后那个身体状况啊，看看，看看这脚上这伤，看一下，啊，脚心是白的，腿是黑的，这边也是啊，大腿能白一点点。骑行下来这一圈的感受，说实在的，我对我自己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挺佩服的，因为。大家都知道我这2年没有好好上过班，然后睡觉作息时间也不规律，如果说你慢悠悠的骑的话那毫无压力，因为这一路没有什么风景也没有什么挑战性，所以我骑的比较快。骑的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早上6、7点、7、8点起，反正最晚没有超过8点出发，有时候7点出发，一般都是骑到最少骑到下午5点到6点钟。我的平均时速一般就是1个小时10公里，就这样子。后面该干嘛呢？后面该休息了，先休息一段时间。然后再做决定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